那下面呢，我们要开始正式比拼。我们请泽林给我们宣布一下规则。每轮每队需要派出两位演绎者和两位答题者，限时两分钟，演绎者轮流用脸部表情、五官以及头部来描绘词语内容，答题者呢猜测词语。演绎过程当中不可以使用肢体和语言，如果违反规则就会进行惩罚。我们好六队先来吧。来，大哥和杨迪来演，然后雪琴跟老秦来猜。谁去监督？监督大姐去监督吧。大姐监督，大姐。大姐，哎，我要捶哪儿啊？捶我就捶我的后背，捶他就脸就行了。那真舍不得嘞。我就舍得。咱们要加油啊！虽然你们是绿鲤鱼，要加油，赢了我们就可以把你们换走了。所以你们要加油。因为迪哥特别的担心，因为如果真的要惩罚好六团的话，他一定会被带走的。如果是两个绿鲤鱼，可以带两次，不至于。来，计时开始，动物类两个字，王八，王八，那个乌龟。回答正确。正确。食物类三个字，三个字，面条，螺蛳粉，螺蛳粉，嗦粉。螺蛳酸辣粉麻辣烫。回答正确。好，这么厉害啊。下一题，艺人名字类三个字。啊，那个龚琳娜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这完了呀。影视人物类两个字。相柳，相柳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啥意思？艺人名字类三个字。马景涛。回答正确。什么？这么有特点吗？下一题，影视人物类三个字。啊，完事儿了。对。啊，动耳朵。三个字，影视人物，一个角色，三个字。一只耳。哎，耳对了，耳是对的。我知道，顺风耳，顺风耳，顺风耳。回答正确。哦，顺风耳啊、哦，我适合猜啊。下一题，自然现象类三个字。沙尘暴。三个字。下雨，打雷。哎，雷对了。雷暴，暴雨，三个字。雷雨，雷和雨都对了，三个字。雷雨天，雷暴雨，三个字。雷雨，雷阵雨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回答正确。这怎么能是雷阵雨、啊？啥时候到时间呢？三个字的歌曲名，歌曲名三个字。亲。么么哒，他只能这么演，他演得好好、啊、玩命亲，亲死我，亲死我，歌曲面玩亲蒙你，亲一亲，歌名，这个歌在哪儿？歌名，他们肯定不知道，有一个过的机会，他其实演得很好。亲我，吻，什么吻？处处吻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什么？处处吻。歌曲名四个字。四个字。歌曲名，演得好好啊。眉来眼去啊，眉飞色舞啊啊。他演得好好啊。哦，我知道了那个。来到我身边，天竺少女，四个字歌曲名，《还珠格格》。你不能出声。舞台不是眉飞色舞是吧？不是眉飞色舞，不是眉飞。歌曲名啊，歌曲名，过吧，这个有点难。过，什么呀？啥呀？天竺少女。够了，直接到。哇，好棒啊！这太厉害了。
哎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好棒啊！就是、他们演得好，他们演得真的很好。处处我没给我累死。你知道海陆有多紧张吗？他把这个都捏瘪了。太夸张了。好，下面要演绎的是海陆和申旭，答题的是安宇和昭昭。我不会演了，你行。加油！加油！我觉得咋演也超不过他俩了。迪哥做好干扰工作。好，来来，准备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文艺民俗类两个字。唱戏，京剧。京剧。回到正确，下一句，漂亮。动作类两个字，你们还是换的时候速度快点，抓紧抓紧时间。动作类两个字，哎，撕咬，咬什么？咬咬咬咬我，那个啊不能发声，撕撕裂，撕嚼，跟撕没关，撕撕吃，撕吃吃什么东西？他在吃什么？吃草，吃草，吃草，啊！撸串，撸串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我说太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太费劲了。累死我了。成语类五个字的成语。皮笑肉不笑，回答正确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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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哇，这演得好，演得好，演得好。快快快快！文艺民俗类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，这快啊！他咋看出是相声？文艺民俗类两个字，这难。憋笑，不是文艺民俗。这个没手，这咋演呢？对呀，耍牙。我耍牙都猜出来了，这个。哎，演得好，演得好，演得好。醉拳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哎呀！哇，演到演到，真的。四个字成语类，挤眉弄眼儿，眉是对的，眉飞色舞，吹斗，吹吹吹，这演技不行，回去吹胡弄眼。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可以，你分开演，第一个演吹吹呼滑，这什么？过上眉毛，哦，眉毛，啊，眉毛，眉毛，都快说出来了。刚才生活用品类三个字，假睫毛，啊，滴眼液，哎，眼药水，眼药水，眼药水，回到正确，下一题，来，动物类三个字，到你这儿咋都是这种词儿？他的好难呀，先去的，四。贝贝，长臂猿，长臂猿，来让他演完，让他演完，更普通一点，更普通一点。猿，好，不能出声儿。那个大猩猩，哎，大猩猩回到正确，回答正确，时间到了，很棒了，很棒，很棒了。哇，陆姐演的太好了，那个陆姐，出握都不行，一点声不能出，一点声不能出。你那是啥呀？他那个是火烧眉毛，火烧眉毛，这咋演啊？那你吹是对的耶，吹是对的，我死命吹，能看出来，我们这边都能看出来，火烧眉毛，火烧到眉毛了。最好笑的是，他其实已经演得很好了，我经常吃草，然后这边呢，最好笑的是，秦岚看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又没声儿，还要吃草，哪吒，哪吒。